来长沙最后两晚要住宿的酒店，你们要住哪边呢？就是要住这间古晋，那往里面走，酒店的大堂长这个样子。刚刚不是给他的吗？不是他还要吗？他也不能录进来。他说他刚刚没有录，哦、没有录。好。他说没进去。好。休息区。这酒店最大的特别是，我们住的时候配套还有让你穿这种中式的衣服。这边还有供应茶水。在大堂这边呢，还有一个洗手间，两部电梯。这间酒店有自助洗衣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房间。我进来拍了哦。窗户是电动的，还不错，蛮大间的，两张床，跟我的需求一样，要两个枕头，比起跟昨天来讲大多了。本收。昨天是有免试，今天没有。OK。为了不让各位看到，从底下照过来。这是干湿分离。还是看到我了。OK。这就是今晚要入住。两个晚上的普什么普晋饭店，真吧台，一个小吧台，哦，没有冰箱。好的 ，OK， 非常的 OK。隔天换了一间房间，今天的房间稍微换了一下，一样是住在长沙的普晋，普晋这间酒店。那因为昨天住的那间房呢，基本上有一部分的小小的瑕疵，也不跟各位说是什么瑕疵。那酒店就说今天帮我换房间，那他这间的房呢，跟昨天的大概。卫浴的部分大同小异，也是干湿分离，啊，该有的都有。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它床的部分，这是卫浴跟昨天的都差不多。好的，那我们转过来，这边呢就变成床比较大，今天的床比较大，那。位置点都差不多，就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地板，这边多一个木头加高的地板，啊，合适还是一样有，一样，在这里就多了比较多了一个这个桌子，好 ，OK， 那吧台的部分也是一样在这里。好的，今天住的房就改住这间，
喜欢的话可以上网去查询搜寻看看。那窗户一样是电动的。好的，外面在下雨了，我把它关下来给各位看一下。现在外面有在飘的毛毛雨，一样把窗帘开起来。现在时间是4:02。当然也是要介绍一下早餐。窗户一样都现煮的，现煎的鸡蛋、嗦粉。那另外这边有一些不错的，服务的也还不错。烧麦、哦，这是烧麦，是包糯米的，我昨天有吃的。那小笼包还有蒸饺，啊，这是什么？馒头啊？这个是核桃包。核桃包里面包什么东西？没有核桃馅。核桃馅啊，那等会来试试看。OK， 好，自己调，高兴加什么就加什么。还有蛋，炒蛋，它就是香菇。这个会辣。是录像吗？这个是现炒的码子，嗦粉的码子。OK， 就是那筷子咖啡机消毒，咖啡机，啊，茶品，豆浆、牛奶，早上好，果汁。那熟食的，这火腿肠、火腿、玉米、鸡蛋、炒面。那这边是粥，白粥。不用不用。沙拉霸的部分还有水果。这是西瓜，这哈密瓜超甜的。另外这边还有面包、酸奶，这是酸奶。那另外蛋糕。还有一次这边追他。他有用那个炼乳 ，OK， 泡菜，韩式泡菜，豆干，这边青菜，这个杏鲍菇，啊，木耳，还有炒豆，另外这个是炒回锅肉，被夹光了。好了，那今天早餐就吃这样，吃。这样就解决早餐。先拍一下嗦粉。OK， 外面的景色还不错。这不是粉，这是面。好的，以上是第三阿洲在长沙高桥北附近的蒲晋这间酒店为各位介绍的。那他周五、周六在长沙这边呢，住宿会比较贵。那我们花了1318元一个晚上，含两客早餐。值不值得你自己评估。以上影片是 DJ 阿洲在长沙的报道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影片哦，我们后会有期。